昨天陈凯歌率工作人员出现在杭州为芯片道士下山看景。记者获悉，芯片将弃用已成名一线女星，启动全国甄选的模式挑选女一号。道士下山改编自徐浩峰的同名小说，原著人物众多，格局庞大，有水浒式的群像传奇的说法，而杭州也正是小说中故事主要发生地。由张艺谋执导的电影《归来》在本月中正式开机。据了解，《归来》取材自严歌苓小说《陆犯焉识》，是一个等待和归来的故事。此番以《归来》作为片名，寄予不同内涵，也引发各界名人对于家、回归、本质等概念的重新认识，并且掀起了一阵网友自发的为《归来》制作海报的热潮。